哎，你重新摔一下，你假摔一下。你摔不来。你重新来，你假摔。你重新来，你假摔。哎呦，哎，不是，我重来，你假摔。你重新来，你假摔。好，起来了，你去。哎呀，没事吧？哎呀，你都不会摔，人家是这样摔的，看，人家是这样摔。呸！莫名其妙。啊。这脑子不太正常，这个主播。我觉得是因为衣服不搭，你换个白色的衣服就很搭。不是，你刚能跳那个，就是手这样举着这样扭。就女生经常跳的那种舞，我就啊这样摇。哎呀，戴皇冠，我去把啊。哎呀，弄不认识的人，不认识我们的人，会觉得我们两个脑子可有问题。哇，皇冠给你拿来，王子。这不是皇冠，这是皇冠。啊哈哈哈哈，今天很隆重是不是？我今天头发梳起来了。我给你弄小一点，你要弄小一点。哦，对。但是会掉的，我觉得掉了，就固定不住。那我们今天晚上要见，笑死！这婚礼的主题就是，一会儿我们这样连了嘛，吓他们一跳，以为我们干了。它有点晃动，你知道吗？我头一动我就要掉了。来，我们去看晃，吓吓他们吧。哇，结婚了！结婚了！结婚了！今天灯牌，很隆重。今天的打扮有点隆重哈。对呀，都来听了。一个王子，一个公主，对王子公主。笑死、哎！我肩头发。这为什么这套装扮出来？没有，就是一些就是小林他们买的小零碎的件，然后刚刚在那试戴了一下，就一起戴上。对，但是它有点搭，很搭。那个皇冠好好看，对，那个皇冠好好看。哦，你看我这个想要吗？我想天价卖给你。哈哈哈哈哈！天价，你这是。对，这是一个在线拍卖，对吧？嗯，对，我们今天做在线拍卖，就是别人买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再把它卖翻倍卖出去。可以。来吧，我们玩一局。我们来一局吧，我就这样的跟你们打 PK。哦，好。我觉得今天你们这个很适合跳那个爱的华尔兹。对，爱的。那我们输了就跳这个吧。好，那我们赢了的话，你们两个人。就是马步半蹲说王子殿下你们半蹲说啥说王子殿下公主殿下你们好 OK 莫名其妙那我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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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麦咯那我闭麦啦好好好 OK 好的好的好哎呦今天的发型有点跟这个皇冠不搭你知道吗谢谢齐轩谢谢齐轩你没加灯牌吗这把没有看交份子钱了你看这把我条压下来挺奇怪不会啊蛮好看我再去换一个发型的搭配啊大家都在没有，今天只是这个造型直播而已，别误会，别误会，直播间别误会，今天是这个造型哈、啊，造型直播 ，cos 一下 ，cos 一下。我不行，我觉得我还是适合王冠，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西装，
哦不，才不穿婚纱，我们是两个人都是西装。我以为你要让我穿婚纱。不会啊，我们两个人都是西装。就越来越一直都很帅了，你不要这样子。谢谢。哇哦哇哦哇，还拍照了，变成那个了。谢谢齐轩。新特效，你真的太久没播了，我都看完过，看过一个次。变成漫画了呀。对啊，现在是变漫画了。不可能，因为就是之前有人提过意见嘛，就拍完照就每次都一瞬间都接的都可丑，所以他后面都直接给你改成漫画，就看不出丑不丑。哦，对，是啊，改成漫画都看不出丑。谢谢谢谢。谢谢法海和白娘子，谢谢欣欣姐，保时捷，谢谢欣欣姐。什么法海和白娘子？哎呀，你说的什么法海跟白娘子？但是你点来这首歌干嘛？哎呀，别打到我的皇冠。有点摇，有点摇，去外面固定一下再进来。等一会儿固定。谢谢，谢谢送的完美恋人。我误会啊。哎呦，算了，我不要这个，不然新进来的人以为我怎么了呢？谢谢齐轩。你们是签约情人，我们是真情，我们是四年真情 ，OK。我原谅你不是我们家的人，是灯牌，然后我给你解释一下，下次就别这样了。姐妹们，原谅一下，他可能不知道，问一下，很正常，很正常啊。我给你解释了，我给在场直播间不知道的人都解释了。我们是签的，是签的，我们是在孟婆那儿签的。我们是在孟婆那儿签的，在月老那边签的呀，为什么在孟婆？孟婆，月老那儿是签这辈子的，孟婆那儿是签下辈子的呀。OK。好像真的假是唱歌。想看华尔兹，等下给大家跳啊，这几首。他都不会跳，跳了几次了，跳得很烂。会跳。他跳得很烂。我们看看，王子殿下，公主殿下，是吗？可以吗？再来一遍吧。满意吗？哦，王子殿下，公主殿下，公主殿下，平身吧，平身吧，平身吧，赤坐。好的，赤坐。谢谢王子，谢谢王子，谢谢公主。姐妹们，我生日那天，俏俏他们还给我寄了可多他们那个衣服，都可好看，都可好看。我的衣服都穿不完了，好喜欢就好，喜欢就好。还是我给悄悄发消息哦，我说你为什么每样都寄了两件？他说啊，你们不是两个人吗？我说不要，这是我一个人的生日礼物，我自己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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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喜欢就好，对。好，拜拜，好，拜拜，王子公主，再见，王子公主。好，拜拜，拜拜，拜拜，我的时辰。哈哈哈哈哈！哦，好吧，他都不会跳爱。